又有这个熟悉的场景，又有这件熟悉的衣服，也就证明我接下来几分钟的时间呢，要来聊聊自己的车了。正好在上一期福克斯 ST 的飘车记节目里啊，有粉丝来催更我自己这台嘉年华 ST， 而正好现在趁着和大 V 的车库栏目合作的一个契机，来聊一聊这台嘉年华 ST 在这一年时间以来的使用体验以及改装经历。关于这辆车的用车体验，基本可以用两个变化来形容。第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现在开其他所有车，几乎上手第一感觉就是，哇，悬挂怎么这么软？因为虽然我已经给它换了原厂的避震了，但这辆车后轴的刚性还是真的颠到你怀疑人生。有的时候我可能好几天没开自己车，然后突然开上过个减速带，就咚一下，哇，车怎么能这么颠？但说实话，我现在已经有一点点适应了。只要你开车的时候啊，看到坑了避一避啊，看到颠簸路面踩脚刹车。已经不会有什么开起来让你觉得很难受的一个感觉，而且说实话，这辆车的配置水平其实还可以，所以说它会比你想象之中更加适合日常一起来生活。看，非常典型的 PUA 案例。不过我觉得啊，就是车上的乘客应该并不这么认为。从我妈和我爷爷在副驾上的这个表情啊，可以看出来，他们应该并不是非常的享受这一段旅程。而第二个变化就是，我会异常的期待下班之后开车回家这一段路程。啊，当然我不是说我着急下班啊，老人你不要误会，而是说，比如我在经历了非常疲惫的一天之后，它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我来释放自己压力的一个空间。即便是在相对普通的道路上，我也可以去感受到它这种驾驶沟通感，可以去享受自己真正意义上所认为的驾驶乐趣。那当然，也要注意驾驶安全。说实话，在我刚买这台车的前几个月，我还是有点犹豫的，一直觉得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选对车了，是不是应该加点钱去选个后驱或者选个舒服一点的车。但是呢，这台车我开得越久，我这种感觉就会越弱。我其实一直不喜欢那种很硬核的性能车，我一直觉得那种快感，那种新鲜劲儿终究是会过去的。但是这辆车它虽然也很硬核，可是开下来的感觉就是能让我持续的享受在沉浸在整体的这种驾驶氛围里面，这是让我觉得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都说这个买车应该稍微理性一点，应该去认清自己的一些用车需求。但如果你买一台玩具车的话，就应该感性一点，就应该喜欢啥去选啥，它可以给你的生活带来非常多额外的乐趣。而就算你选错了啊，也没关系，性能车一般都蛮保值的，你捯饬捯饬，说不定卖了还能赚钱。既然勉强算台性能车，咱们也来聊聊改装。首先呢，来盘点一下，就是现在这辆车上还在的一些改装件。这一点要感谢前任车主啊，他对于进气系统进行了非常完善的改装，高流量风格、大肥肠、大风箱，还有涡轮限压阀。其实进气是大家刚改装的时候非常容易忽视的一个环节，但它对于发动机出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领克03加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一个小小的进气风箱盖就可以对车辆性能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一般来说，只要你的进气越顺畅，发动机的出力同样也会越顺畅，除非在极限情况下可能会丢一点点的低扭。所以最后我选择把这辆车所有的进气改建全都保留了下来。不过有一点要注意一下，就是涡轮限压阀，其实它对于这个强度的动力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甚至还会丢一点点低扭。但为什么我把它留下来了呢？就是为了听个响。按道理来说，改了全段进气就要跟进全段的排气，而我前任车主也是这么干的。但是呢，排气对于你日常驾驶的影响会比进气要明显很多，所以说我为了更好的低扭以及更安静的一个行驶环境，我把中尾段给还原了，只保留了一个200目的头段来应对进气上的一些提升。而说实话，这个改排气真的是要非常的谨慎，因为可能你爽了没过半个小时，你肯定会后悔自己的决定。实在不行的话，就多花点钱去买套阀门排气吧。现在这台车上还保留着一套就是美国的改装品牌 Cove 为这辆车所打造的一个一阶的程序，我去马力机上拉了一下，跟原厂程序也大差不差，所以我也没想去还原它。说实话，刷 ECU 也是需要谨慎去考虑的，因为虽然它会增加你的动力，但很有可能会降低你发动机的一个响应速度，甚至也会增加你的油耗。所以说，除非你的发动机有着很大的改装潜力，不然我不会推荐去刷一阶。你去刷一二阶，我反而是推荐的，因为你可以在匹配上硬件之后去试探一下发动机的极限。而如果你刷三阶级以上的话，那你的车大概率和日常驾驶就没什么关系。在我手上待了一年的时间啊，这辆车所有的底盘改装件全部已经被我还原了。
包括避震、塔顶和防倾杆。还原的理由非常的简单啊，这辆车底盘已经够硬了，我不想再雪上加霜了。不过呢，我自己还给这辆车改了一套下摆臂啊，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去替换车上已经老化那六个衬套，而同时也能减轻一些簧下的重量。所以说，听我一句劝啊，就是如果你的车开了几年，你觉得车底盘有点松散，不要去想着换避震啊，可能换六个橡胶件会给你带来出其不意的效果。在先前一期节目里我有提到过，我的整个改装过程几乎没花钱，主要就是因为前车主给我留了一套 Alco 的刹车，这刹车非常好，这个毋庸置疑，但是我觉得放在这一个 1.2 吨车重都不到车上来说实在是太浪费了，而且 Java ST 的刹车脚感其实并不好，尤其是线性程度还有就踏板的反馈，所以说会让我本来就不怎么样的平顺性啊雪上加霜，所以我还是置换成了原厂，还卖了5000多块钱。所以说呢，对于那些车重并不是很大的性能车来说，就是改刹车不要着急去改卡钳刹车盘，其实换一套好点的刹车皮或者激烈驾驶多的换根油管，基本就可以覆盖你90%甚至以上的刹车性能需求。我特地把轮毂轮胎放在了最后一项来聊，第一是为了向大家展示啊，我车上这套灵魂的就是 OZ Racing WRC 轮毂，而第二也是为了突出轮毂轮胎的一个重要性，因为我们以轮胎为例啊，它是你车辆和地面唯一接触的一个介质，至少在你不撞车的情况下，所以说它会全方位的去改变你整辆车的一个性能。而轮毂也是一样，除了可以让你车看起来更帅之外，它可以大幅的去下降簧下质量以及传动质量，同样对车辆性能会有着比较多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在轮毂轮胎的这个改装预算上，我建议千万不要太吝啬。然后这里说一句题外话，除非你像我一样有着一些这个特殊癖好，不然不要去买白的轮毂，你同样会后悔的。从我前面那些话大家应该能看出来，我和前任车主之间在改装理念上是有些差异的，他更加追求就是极致的各方面性能提升，而我遵循的是 OEM is the best 啊，在原厂的基础上去进行一些轻改，所以说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一些改装理念。第一，对于一台原厂性能或者说调教就非常均衡非常出色的车型来说，我们不要去大动它的发动机以及悬挂系统，这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可能会大幅度的改变整辆车的一个动态性能，比如说像这个车，比如说阿尔法罗密欧，那除非你有着这个十足的把握或者说非常丰富的经验，不然的话不要去动它们。第二就是有一些改装它永远是正向升级的，不会带来太多的负面影响，比如说更顺畅的进气、更轻的车身重量以及更好的一个散热系统，会对你车辆的性能在轻改范围内做出一个非常大的提升。而第三，除非你改车是为了天天下赛道，不然的话记住这么一个原则，快乐永远比快更重要，因为你在街道上快那0.几秒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你丢失了那一些驾驶乐趣，被破坏的驾驶乐趣，那是得不偿失的事情。而第四点，如果说你改了一台车单纯就是为了听个响图个乐，车看着好看，花钱难买也开心，那我以上说的所有的内容都当我没说。虽然说啊，我玩改装呢也有7-8年的时间了，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啊，头几年的经验呢都是线上积累的，但是时不时的和身边那些改装大佬去聊聊天，还是会觉得自己对于某些就是特定领域啊，还是一知半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些内容呢，也是仅代表我个人自己的一些观点，如果你有赞同或者不赞同的地方，也欢迎在评论区里来和我交流交流，尤其是那些燃油车的车主们，因为毕竟燃油车的改装真的是玩一天少一天。